喂，喂，我靠，这家伙昨晚又约了一个。美女，我找一下阿瑞。阿瑞，我就是阿瑞啊。哦，美女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了。我找阿瑞有事。哎呀，你等他忙完了，让他给我回个电话。我操！我靠！什么情况？我这是在做梦？不对啊，难道是昨晚那个女的给我下药了？妈的，微信也没加，上哪儿去找人？还是我基因突变？靠，老子不会是遭报应了吧？我一个扑倒别人的，现在变成了被扑倒的对象。我操，这什么情况啊？